大家晚安，我们起来关心今天的天气。今天呢，台湾的西南边有一个小小的对流包哈发展起来。通常呢，在这种五六月的时候，我们很害怕这种对流包哈。不过呢，离台湾有一点远啦哈，所以因为这种对流包一发展，说真的，有时候大起来的雨，还有是闪电哦，非常的可怕。如果到台湾来看的话，可以解决一些旱象啦哈。不过就在这个地方很小区域发展，在五六月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特别注意哈。那现在来看的话，台湾上空虽然有云系，可是就是雨呢，就是下不来。这个呢，都是比较浅薄的云系。现在来看的话，明天显著的吹偏南风，礼拜三的时候有一道锋面会掠过哈。这道锋面经过台湾的时候，就整个就减弱了。事实上，它在长江流域哈发展的还蛮旺盛的。接下来呢，礼拜四、礼拜五缓和，礼拜六另外一波锋面再接近，这波呢可能会多一点点啦哈。在这边呢，其实是一个整个锋面的结构，但是这当中呢，可能有点纤维的不稳定，可能在山区有些局部的阵雨。这两波要解决旱象非常的难，非常的难，因为预估雨势不会很多。那下礼拜呢，三四可能又有一波又在接近，这波呢就有一点像是梅雨锋面了，但是它的变化呢还蛮大的哈。我们就下礼拜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来看。所以近期来看的话哈，虽然进入梅雨季，都有锋面哈生成，但是都很像还是一个快速移动型的锋面，离这种会一直停留在这个台湾上空滞留的锋面还有一些差别啊哈。那很多人问有没有台风，其实这个时候整个西太平洋这个很有利于这个发展，但是现在还看不到啦哈。所以现在目前的天气呢，大致上还是吹的偏南风，非常稳定的天气。山区呢有一些局部零星哈，但是呢大多数应该都下不下来。那礼拜三呢，锋面就开始接近整个中部以北，会转由有雨势，南部的山区也有一点点转南性阵雨。礼拜四就改为缓和，又开始吹东风，又慢慢开始偏南风。礼拜四、礼拜五是一个转换期，然后礼拜六呢，六日又有一波系统又会来，又会转为比较不稳定的天气。所以礼拜三呢，大概是中部以北或是南部的山区有点降雨。明天呢，大概就是零星的哈，东半部可能有一点点。到礼拜四、礼拜五就转为这种局部零星的阵雨，北部呢可能迎风面有一些局部的阵雨的机会。那这几天的温度呢略降一点点，不过注意的就是清晨的温度，像这两天呢都已经到25、26度哈，像有时候你不注意的话还会被热醒哈，这种很厚的这个棉被真的可以收了。大致上呢，这几天都28、29度，清晨的低温22度，然后中部呢其实很稳定，23到30度的温度，南部呢也是一样哈，所以相对的最近呢，其实南部的25、26度到31度，有点热的天气都差别不大。各地的天气呢，今天云量比较多，都是多云的天气。东南部呢有一点阵雨，那明天呢，其实大致上呢，是多云到晴的天气，大致上一样哈，闷闷热热的是这个感觉。我们给你建议。周二呢是显著的偏南风，闷热高温。周三呢锋面接近，北部呢转阵雨。四后周四五呢缓和和回温转晴。周末呢有另外一波锋面会接近，转为有阵雨天气，请大家多留意的。接下来请继续收看《人间菩提》，更多。